近日，纪凌尘和李文翰同台，有记者采访问纪凌尘，是不是因为你喜欢大海，所以游泳很好？李文翰疑惑地问纪凌尘，你为什么喜欢大海啊？记者当场让李文翰多上网，没想到之后，李文翰竟然主动说，我也喜欢大海，我还喜欢海钓。不少网友都表示被李文翰逗笑了，又多了一个断网少年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